谢谢小河马不灵不灵的，谢谢奥苏，谢谢 Took。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还是没有魔幻乐园，还是没出。恭喜小河马出了一个乐园，哎呀！现在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魔法之翼，不是魔法之翼，魔法棒。恭喜小河马啊，小河马，小河马，小河马发支付宝姓名。阿苏啊，阿苏希望这回这一波能是你的中几中奖。电话没白打呀，那肯定的呀，我这不能骗你们呀，斗鱼一哥骗过人吗？我真是超了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完了，这还回不去家了呢，这还。你妈卖批！谢谢阿苏。感谢骚客，我爆炸了！谢谢阿苏的魔法之翼。谢谢阿苏，感谢呼婆了，谢谢柚子姑娘。阿苏，我祝你中奖了，苏。书上头了呀，这个一血其实是用我的命来换的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我半条命没了，我的上路直接就亏炸了，亏穿了，不过可以慢慢来，这杰斯我杀他一次就行，没关系。哎呀呀呀，这家伙我现在还没有药，我们千万不能跟对面打啊，千万不能打，塔下他要打那就让他打吧，希望奥纳夫不要越我的塔。哎，那这杰斯走了还可以接受啊，小伙子，你以为你前期压了一点点我，你就能为所欲为了。嗯，跑得真快呀。他生了呀他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阿苏又送了很多魔法之翼。哎呦我去，有点痛啊。刚才一炮打的我其实有点虚了。小老弟，你好像不太行事了，是不是？你咋这么小刚呢？小刚呢？太小刚了！奥纳夫不做人了，奥纳夫啊！完了，这杰斯一传送卡一手兵线，我又炸了。你不玩了是吧？你不打野了？我靠！你要干嘛呀？你兵线进塔了，哎，进塔了，
小傻瓜。我也来个水晶瓶。谢谢护盼了，恭喜阿苏中奖了，苏回点血呀，苏。可以尝试一下魔法棒，其实魔法棒感觉能出，有没有想一发入魂的？现在还是500啊，可以入个魂，试试看。队友们终于给劲儿一回，兄弟们，可以，兄弟们，我就稍微猥琐一点。那奥拉夫又来了，他应该是把我呀当成突破口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我不会那么轻易变成别人的突破口的。你咋那么嚣张呢？嗯，哎呦我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这回这杰斯可能爆炸了，他有点嚣张过头了。说实话，他就非得要干我们家寡妇，你们看着没有？哎，你就干吧，没事，让你干。你看看是你亏的多还是寡妇亏的多？我上路线一直在这一控啊，他必须他必须得死这一波，这一波他是必死的，你们知道吧？除非他永远也不过来补刀，用炮补刀那行，你就永远用炮补刀的话，你就可以不死。你只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要你命。这就不用大招了吧，这还大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点盐都放了，这都亏了吧？啊，还烧不烧咬寡妇了？寡妇你都敢烧咬，给你狠。最近这黑切是真是不能出了，塞不动了，不出黑切了。没想到吧，俺们前期一级回家居然能线上打成这个样子，没想到吧，狠不狠？狠的一批，就这帮小钻一呀！我哎呀，我的天！越给我打钻一，我越兴奋。我的实力就是能碾压钻一，但是没有办法碾压大师，你知道吧？跟大师撑死这就64开。点的很爽啊，你等我10秒啊，我估计可能有眼儿了，不太好杀呀。这凯隐中单，凯隐蓝凯，
咋那么嚣张呢？这么嚣张呢？奥拉夫，这是日你哥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你不去别的地方啊？给我打死！给我打死！真是有病！我不出了，我不出黑切，我要出三项。我应该等个点炎，我不用等点炎他也能死，刚才他炮已经打过了，我只要往前追他是必死的，我都不用等点炎，我等点炎就没有机会了，他刚才是给机会你知道吧。出个什么玩意儿呢，小反甲。哎，这个你牛的，你瞅瞅还整个小反甲出来。哎呦我好痛。来人呐。可以，就你有打野，操你猴子！就你有打野啊！我就没打野，来。哎呀，我这塔下真是装备，我的天！我还是出黑切吧，要不然这也打不动。杰斯出小反甲，你说怎么整？给我整个右杰斯，这没有个寡妇打野还打不动呢，这。整个右杰斯，哎呦我操！哎呦，那奥纳夫又跑上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对，你就针对我，我今天一点机会都不给你，我指定不死。你就帮他杰斯啊，你就帮吧。巴德来了。跑，你跑个屁，我跑呢，你帮吧，我看你能把这个杰斯帮成什么战绩啊，你帮吧，今天你就帮他，你他妈哪也别去，你就帮他。打得我真生气，真是精神病似的。
说句公道话，寡妇也一直在帮你，寡妇就抽空来，寡妇。说什么公道话？还公道？你公道个屁呢？公道！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不公道。你公道过吗？跟我扯公道开始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. 跑。这人其实挺会玩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出个小反甲来防止我秒他。然后呢，第一套我打他，他不交技能；第二套我打他，他再交技能，他跑，你知道吧？他减速我，然后他跑。这人其实挺会玩，但没用，零五幺了。这把其实该我赢了，你知道吗？再不让我赢啊，这游戏就没法玩了，这韩服也打不了了，真的打得我头痛。你这队友老来帮我呀，咱不说队友帮没帮，我单没单杀，对不对？我不单杀了吗？我单杀他们来帮我就正常，扩大优势。你要被单杀了，那队友过来照顾你，那叫照顾。现在叫扩大优势。제압되었습니다전장의지구내가所有英雄打猴啊，你们用所有的英雄打猴都可以出一件装备，就叫做小反甲，好推，随时会勾啊。撤，这寡妇怎么往墙上撞呢？我走了啊，你自己玩吧，我可不去。这什么呀？这是的，这怎么从后边来个人啊？哎，罗马西亚，阿卡丽是传送过来的吗？哎。
哎，他没有传送过来，怎么会没有视野看着他呢？挺奇怪的。投了，该投了，该我赢一把，差不多了。